现在民众党对于郭台铭的印象非常的恶劣，反倒不如民众党跟国民党之间现在已经开始眉来眼去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。郭台铭讲8月30号喝大和解咖啡，现在显然已经破局。那在这个破局它衍生出来大概有三种大家没有注意到的。第一个，无论喝和解咖啡也好，喝果汁也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，无论是柯文哲无论是侯友宜，对于郭台铭的诚信已经产生了疑虑。政治人物之间一旦产生疑虑的话，心疑生暗鬼，就是说这个和解咖啡能不能喝得下去，可以这么说，大概是喝不下去了。所谓喝不下去，就是柯文哲对侯友宜对郭台铭是避而不见，侯友宜现在对郭台铭也是视而不见。就是换句话说，国民两党，国民党民众党，他们相继对于郭台铭已经产生了疑虑以后，在心疑生暗鬼的情势之下，怎么可能再喝和解大咖啡？所以和解大咖啡应该已经是破局了。那至于说郭台铭他主张三只小猪要坐下来谈，要谈下架民进党，我坦白说那绝对破功，因为郭台铭已经不适合再担任所谓的调和剂、媒合剂，也不适合担任三只小猪会面的主导人。就是换句话说，喝咖啡破局，未来三只小猪会面破功，一个破局一个破功的情况之下，各位想想看会发生什么问题。现在就我所知，反而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的幕僚，还有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的共同朋友，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急，就是希望国民党跟民众党能够合作，就干脆就放生郭台铭，让郭台铭在自讨没趣的情况之下，比照2019年的模式处理，就是说看他要不要退。那确切的说，就我所知，民众党党内是坚决反对跟郭台铭纠缠下去。很多例子我已经讲过太多次，现在我再讲一个，就是说柯文哲他还会保持风度，但是民众党的一些人，过去有一些是我朋友，他们私底下讲郭台铭的很多事已经到了不堪入耳的地步。当然这是一面之词，我也不能够反复的好附送他们跟我的说法。那总而言之，现在民众党对于郭台铭的印象非常的恶劣，反倒不如民众党跟国民党之间现在已经开始眉来眼去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到破局跟破功他对于三个人的影响，就是说郭台铭慢慢的边缘化。郭台铭原先认为我出来参选就是发挥鲶鱼效应，我来主导所谓的三只小猪的会面，但是偷鸡不着蚀把米，反而引起了国民党跟民众党对郭的不满。所以对于他的诚信既然起了疑虑，那就没什么好谈的，这是一方面。那第二方面，如果说柯文哲的民调他还是维持在现有的水准，坦白说柯文哲那个时候会另想出路，因为这三个人当中，无论侯友宜、柯文哲跟郭台铭，最灵活的就是柯文哲。所以各位仔细听，柯文哲很多的话都是前言不搭后语的，或者是放风声测水温。就总而言之，柯文哲知道跟郭台铭结合是没有好的结果，反而不如跟国民党结合，他所获得的利益比较大。只不过他们两个要怎么坐下来谈，谈些什么问题，那现在大家都把底牌都亮得差不多，柯文哲说参选到底，那国民党现在说争取合作，一个争取合作，一个参选到底，那显然这个中间是有一个默契，只不过这个默契要见了面以后大家
谈清楚，才能够形成一个共识。所以我们现在看，你很多人都在评论柯文哲跟侯友宜两个人的合作问题。我坦白说，不必废话讲那么多，废话讲那么多是没有用的。你干脆你就实践，所谓的实践就是只有一个怎么样选上，这才是问题的重点。其他的谈什么政策啊，什么不分区啊、区域啊，这些可以不用谈了。事实上，柯文哲同意我的说法嘛，我说最多十席嘛，我说区域立委一席都选不上，但是你不分区至多十席嘛，所以我说你的提名会10到13席嘛，结果柯文哲11席嘛，然后不分区他设定十席，就是16席，他是设定16席。如果按照柯文哲的标准的话，就是每人做2年，大家轮流实习，然后去为他的未来选举铺路啊，等等啊，这些大概实习的话，你要20席，不分区至多10席嘛。民众党的不分区，他至多10席，其实柯文哲已经证实了嘛。我说过了，他的区域立委就是牺牲党，一席都选不上，但是不分区8到10席了，最好大概只有8席左右。那国民党愿意就给他实行，请国民党注意三个重点。第一个，这一次下架民进党叫做重夺执政权，一个没有行政权的政党极有可能在这10年以内完全泡沫化。那第二个，如果赖清德是少数当选，他一定会下手整顿国民党跟民众党。柯文哲现在讲什么三党不过半，我根本不相信。为什么？原因非常简单，行政权不在你的手上的话，坦白说也是白搭。所以现在讨论区域也好，讨论不分区域也好，它只不过让你壮大声势。你看这一些所谓的区域或者是不分区，我们可以说除了壮大你的声势以外，未来进入到议事堂上，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的问题，就是说这一些没有办法像民进党那么团结嘛。那第三个，国民党也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，跟柯文哲之间的合作是需要付出耐心的，因为柯文哲是一个猕猴，想到就说，说了就忘，忘了就赖，赖了就骂。柯文哲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政治人物，但是他的好处是，他要跟你能够合作，国民党就应该投效。所以如何争取合作，这才是国民党的要点。争取合作完，如何下架民进党，如何重夺执政权，如何让民进党不要再执政16年，这才是未来选战的焦点。现在去谈一些所谓枝微末节的，那是毫无益处的。